弹过来，直接过这个滚筒进去，然后把这个滚筒到这里，到这里，然后把这个压模杆动一下，它就走了。手注意手不要夹着，然后下来到这里，过这个滚筒，这个滚筒，然后往上，然后到这两个小圈里面，然后从打码机下面穿过，打码机下面过去就好。然后从这个滚筒大圈滚筒过去，要过光电，要进光电口，放进去，位置调好不要动，位置调好不要动，过这个滚筒下来过来，进自带气，进自带气怎么穿的？看一下怎么穿的，快进去。最好是两边啊，最好是两边穿比较好，两边两个人穿比较好。它一打开，夹住这个空间就。穿上去走一下就好。现在只要走一下，光电对了，它就在对。我们光电是调对的，现在怎么走它是对的。这怎么走都是对的，不管怎么走。光电都是对的。看光电都是对的。